看女孩子是完全不同的，女孩子是一种英雄式的礼物，女孩子是一个很聪明的，这个心态真是不能分开。你看看女孩子的笑容，这个心态不像那个现在的那个说父母，哎，女孩子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女孩子不是，努力很重要，不不不，尽代价。好，女孩子一样哦。Thank you.